到，先写两点，第一点要小，要低一点，第二点的话要高，要长一点。横笔要短，撇在横画中间起笔要短小，竖画要细，短一点。横折这个竖画要粗，要稍微长。这两个竖画对比，要粗细长的变化。里面的两横连住左边竖，右边不要相连。我们看一下，横间距基本相等，不要写太宽。点对，要高于这个横画。横折折撇不要写太宽。顿一下。然后捺笔方起笔向右下方斜行笔，慢慢把笔提起来，把上面留出空间，长。先写竖画，这个起笔要高一点。横，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行笔，竖画不要写太长。注意斜钩要向右下方斜的长点。然后不要写太粗，伸出去，到这个地方稍微停顿一下，拨上去，撇，尽量往上面靠，离得近一点。这边抱团，写的点，突出斜钩，高低要错位。这个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这个撇注意，略微带有。回锋带个钩，上面窄，因为这边突出。气，所以这个上面两个口，应该是慢慢往上面斜的，不要写太大。第一个横要短，竖画不要写太高，这个横要稍微长细一点。下面两个口略比上面两个口稍微大一点。口外形是倒梯形，上宽下窄。对，口位两个横要写的短一点，在短的同时也有长短变化。第一横短，第二横左边伸出去稍微长点，右边的话长短变化不大。竖钩要垂直，然后向下顿下，向下垂直，勾出去，撇，短一点，捺笔向右下方斜行笔，要稍微长，这边收，这边放，撇短，捺长，高低。要错位，这个，对，它在捺笔的上方一点，捺笔要偏下，但是都不能与这个